故事发生在我少年时代，记忆里那时的一切都是那么纯净美好。快点，王千里那边肯定排长队，要不然先行上。我无话别的事啊，我背呀家的门上啊，我背上啊。
的酒馆又开张了，咱们镇的酒啊，这些年是名声在外了。过桥来我们镇上喝酒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。我们对郑老师的了解仅此而已。